超级汽车。是谁需要帮助？哦，拉米啊！哦，竟然是原始人，赶紧找一下翻译耳机。不用不用，我现在可是原始人专家，我来翻译。当我拿雨伞贝卡。我的掌声吗？非常饿。萨米卡，拉米啊，真是太饿了。开心虎，你在胡说吧？原始人说了那么多，你怎么只翻译这一句？他们就是那么说的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我们让超级汽车送点好吃的去吧。美食车亚米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翻译耳机。时空跑道开启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嗨，朋友们。阿萨姆卡美亚多。我要打开翻译耳机。快看，它身上的颜色很漂亮，还有一种甜甜的味道。那它一定非常好吃吧？什么？不对不对，我可不是食物，我是美食车亚米，来给你们送美食的。哇！太好吃了。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做这些很简单，我来教你们吧。我们来做蛋糕，我们要做蛋糕，鸡蛋面粉牛奶边边边，加一块石头，加只毛毛虫，什么？还有食人花。太难吃了。蛋糕里不能加这些东西啊，我们再做个别的吧。我们来做披萨，我们要做披萨，番茄芝士香肠边边边，加一点泥巴，加一只青蛙。蔬菜汤，我们要做蔬菜汤，土豆萝卜青菜边边边，加一颗洋葱，好，加一个南瓜，可以，还有大蘑菇。这次肯定没问题啦。等一下，我怎么不记得我带了蘑菇来？这件是毒蘑菇，别喝。有惊喜了！看来他们学不会做美食了。好香呀！原来只要把食物烤一烤，就会变得很好吃呀！我要为这道美食起个名字，就叫木塔古塔塔烧烤。太好了，现在你们终于学会做饭了。